抬头看到牛是真的香，可能那么舒服吧。啊，我到你们家一直睡地板，浑身难受。我就转不过去，因为一直我就没有办法转过去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我一进来就直接进来。哎呀，放在这儿了，人家快。没错，你还慢慢求这个吗？对，这经有没有经验呢？我能先把麦摘了吗？我放床里面，我都滚床单了，我快饿死了。对，你要这样，你进去了以后，你得有个节奏呀。我你看他进去了就有个节奏，你不能一进去我就摇走了。这个就交给张老师了。来来来，我们挑战一下。好像还行，是不是？